吼，各位太极拳同好，以及咱四中太极拳道馆咱所有学生，大家安安。咱下昏本来是要来教学咱的成功，因为咱顶一节有邀请到咱这个秀传的病院吼，咱的这个神经内科陈志林医师来示范咱的扭伸，加刚解到咱的脚掌外延直线。脚掌外延直线，伊到底这套太极拳是安怎，阮哪会接触到？伫神功、伫胸肩、伫任何每一式的太极拳的单一动作内底，因为伊的脚倒底，咱会来甲恁讲个详细，会来教恁安怎做。所以呢，咱预定是下礼拜一，下礼拜一。咱今仔日所要来演练的，咱有已经看。我已经直播教学四中的解密，吼、哦，四中推手活步推手解密，是安怎我咱会要共活步推手要来教出去？因为咱的选手已经会使讲拢伫学校咧推广，拢是我的教练伫咧推广，所以呢，咱无虾米通啊讲秘密啦，因为即马无虾米大型的比赛。啊，阮囝嘛是甲我讲，阮囝是大城国中，伫咧担任学务处主任。所以讲，因为伊嘛是甲我讲，把咱甲公开出去，互人去练，互人了解四中活步推手过去成绩遐尼好是安怎练。哦，好是我咧讲诶，啊，恁会使去查看卖，看我有操蛋无？哦，曾经咱十五块金牌诶全民运动会，咱连续两届拢摕八块金牌，过半。所以绝对有实力，今仔日咱才敢讲咱袂歹。所以咱活步推手，我常咧讲，真侪人拢好安尼学一百项，我道馆只有教四项。活步推手四项是呢，伊本身，譬如讲哑铃、举重、杀鸡台、杀石头包、成功、空案、花镜，这拢。基本的条件爱做，唔是干那讲啊，我就干那直练哑铃，直练举重，迄是重训。所以重训必定爱，因为咱的第一关就是手肌。手肌如果你落去甲人咧搬肌，落去咧伫活步推手，你都无练一丝仔手的力，落去唔免三分钟，你手就僵起来。所以你讲你外用嘛无效啦。因为你手机都顶起，你都现将要甲人报，你都报袂开，你嘛无法度要安怎去讲好，要做我要啥物，这拢是骗人。吼、哦，所以讲物件是一定要多方面的搭配，因为武术讲的就是肺活量，讲的就是你的柔软性，甲你的刚强的力道。过来呢，你这有这基本条件，再过来讲，我要安怎去练做我。连借力使力，连四两拨千斤，引进落空何其殊！这太极拳的物件，你讲的拢哦，我就干那来当下说说说，就会惊死人，怕人就会崩起来，无遐搞的啦。我刷二十几年的推手，嘛也嘛看到讲，伊敢怕了人，我的选手会崩起来。哦，这拢是天方夜谭，武侠小说啦。哦，所以咱因要讲的就是实际。我公开我推我四中的推手的秘密，让大家了解，讲我是安怎教。所以，咱的活步推手，咱本身双人练习，咱顶下看到阮的直播，哦，即个大人的特性，拢是伫咧做单一的。下昏呢，我调大城国中的推手队，咱甲即群也袂到位，哦，因为我调因来，就是要我即个特性呢。学生，互因会当有一个看人练习，较袂讲因为拢干那做单一的，感觉起来较乏味。啊，因为大家有一个年纪，咱所伫咧练呢，就是爱安全第一。哦，所以咱因用的双人练习就是碰正。哦，伫单一，我已经有公开直播教学。哦，伫我的频道内底，哦，你只要搜寻陈世丹太极拳教学频道。你就会当看到我以单一的练习
孔敬的教学，甲柴仪的教学。哦，啊，咱八五龟山甲这个哦卓敬也无公开教学单一动作，哦，嘛是会伫即礼拜内后礼拜内底就会公开咱的单人的练习。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因为这要去招大城国中的学生，哦，推手队来，当然咱就是爱甲其他的时间爱挪开。哦，所以物件是连出来，我拢定咧讲，毋是干呐讲哦，我干呐咧当我太极拳直直拍，直直拍，就会当哦，咧借力使力，四两拨千斤，讲的拢比唱的较好听啦。啊，看人做，别人个啦，你爱家己做，哦，你爱家己做。我有讲过，太极拳基本去套拳就是理论。你要我当家己的理论内底过去人写出来的理论，你也甲单一，甲感觉倒一项你认为三十七式内底或者一百二八，不管你六十四，倒一式你感觉好，你甲揪出来单一练习，练啊，甲你熟熟能生巧，你就会当用啊。伊万清先生伫个自修心论内底讲，你本身体用不兼备。你跟他自己讲理论，讲了一大堆，没有用，因为你都唔捌实践去践过呀。你跟他两个人的进步的练习，会当练听证，会当练说话。唔过真正你落去用口啊，你有法讲用无？人是活的，唔是死的啦，唔是徛定定等你来咧拍。所以咱伫何不推手，当然爱顾虑着第一安全。所以中华民国推手总会就成立，把咱的规规则，甲小可甲改过，改予伊安全，予家长会放心，伊个囡仔来练习，予裁判好判，予选手要练，伊知影讲什么就是得分，什么就是失分，予校校放心，伊才会推广。中华关伫我开始伫咧推广。到目前为止，上少六十间以上，即马上少还有三十几间，哦，伫咧推广咱的推手，所以这就是好好伊真放心，囡仔来练伊会当真平安。所以咱下昏要公开的双人练习，就是希望讲会当把咱的推手带予大家拢有机会来了解，不只毋是干咱两个人。垫步，大家在收，大家在收，是遐甲军心联络用，甲天正联络好。你有真正脚腿腰伫咧摔无？你有真正听人甲你摔，你才会摔怪无？或者人也袂摔，你著家己咧走，敢若一个腰淡仔安尼害来害去，一个手淡仔拨来拨去，讲安尼叫做脚腿腰。我伫这段期间的直播。我嘛甲各位同好拢有咧分享，你是真正有功夫的无？功夫是爱食苦去练去扎根。我讲的讲，你爱对田万清先生第十五页的自修心话内底去看，看人是安怎要教你扎根的。脚底若无根，你腰就无主人，你的腰就是家己先担啊。害来害去，但到顶动你的腰，顶动你的手，根本你都是用脚在咧扫，无回归脚底。所以咱伫咧练习，大家看到阮的成绩真好。有的嘛讲啊，迄因拢练举重啊，练哑铃啊，拢咧练硬的练钉的，伊无了解人咧食苦。阮的选手一件成功一点钟。有的靠岸一坐，一点钟、半点钟、一点钟，石头包一塞，四十分一千个。迄、那个苦，恁敢看会着？阮绝对无要公开嘛。如果为着要赢恁，我哪有可能公开互恁知影？所以是因为我即马无咧教推手，阮囝伫家叫我直播，公开出去。哦，所以咱伫即群的四个动作，我来。做一个示范，予各位看一摆，啊，甲一个选手来
接纳阮的特性，而且学生，互因来甲因演练，哦，再来公开，互因看讲，哎，阮的特性这个人，哦，伊讲这学生感官因就是会晓做，互因会晓做，安尼就有地通推广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即马，哦，开始来先两项来大家做互恁看吼。来，慢紧。好，各位太极拳同好，讲搁啊多，拢是理论的。哦，你我讲一句车，讲一拖拉机互你，嘛无效。啊，要安怎做？就是爱去做。哦，所以咱即摆在做的，就是防震。哦，咱的防震，对方甲你杀伫你的胸腔。伊要安怎一手甲抓住咧？一手按起伊的腋下，或者胸部，然后脚紧，再杀出去。哦，脚紧再杀。哦，所以伊的手，咱可以持住胸坎，咱用中间扭条来甲扭烂，伊会惊，然后咱的手劈杀。哦，这就是咱的防震的动作。过来，咱要做的就是。咱的财离，财离本身就是借力使力，它不只系捧劲，就是引进落空，合集出。哦，引进伊的手的重量来救人，伊会惊。当伊要往后退的时阵，我的手已经来离的一下，就在离的边杠，然后就伊的腿再个往前送，这个地有法帮我倒地。哦，所以他的财力呢，就是借力使力，四两拨千斤，左腕，哦，你安怎左腕？就是伊甲咱要甲咱杀，然后呢，咱屁股在伫个底下，然后就会杀起来，往后抛甩，往后抛甩，哦，所以那个气一摆，哦，伊的正手把我杀起来，我起来了，我后退。抛摔，哦，然后这是正手，啊，伊若倒手来，哦，当伊倒手来，我右手，哦，左手抓住伊胳膊，然后咧，我后退，哦，我后退，这就是咱的借他的推往后四两千磅，拨千斤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借由左腕。这四两多千斤，所以来伊个动作，倒手来，我有杀起来，左腕，哦，这就是踩鱼的动作。后来太极拳咧讲的，就是破海啊。咱太极拳规日就是咧练啥？练筋。你的筋，你只要练好用，弹性好。敏锐度好，爆发力强。阮恁阿个话对，就敢若像田满清《自修心法》内底写，伊个师兄陈伟玲练三十年嘛，感觉无功夫，不懂静。下面有这静，静在筋行时啊，以筋为元素，筋就是树根。所以你的任何一个动作，你的扎根有很扎实的。等你有扎实的底子，练拳要练功，到老才不会一场空。所以咱练功吃遐侪苦，目的就是啥？就是要你的筋用体壮，化平衡。所以咱的左手唯一就是要破坏你的筋。等咱的手肘，咱的两个人要对杀，咱把你的手肘往内来夹入来，把你的肩膀提起。哦，伊会耸肩起来，耸肩伊就拔根了。等伊耸肩拔根，咱就杀去。伊绝对退了几啊步，甚至往后跌倒。哦，这是一个示范。哦，所以物件是强势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安怎做？我讲一解，
伊个所作甲我咱个所作呐，安尼就是连线，伊个分连线伫个遮子，吼、哦，伊个手人伊袂发出去，伊嘛袂过过遐声入去，发出去，分就是断啊，袂收入去，伊分嘛是断啊。当伊个肩左腕如果若是低个，伊就是连线，连线伊支撑伊个伊个遮子，吼、哦，这后日个苦难咱就会解说。所以当我甲破坏，互伊稳甲破坏掉，然后往上甲提起回手机，然后我请，这就是左键，哦左键。所以咱的第四项就是抱虎归山，抱虎归山，伊归心就是财财，哦，伊个财。然后伊要转去了，我拆迁拆迁未得，我就是礼拜，礼拜我伊个正脚我会入去，入去了我倒手倒脚会来甲过咧，然后咧往后退一步，好衰，哦往后退一步好衰，所以咱个半五归三，哎开始，买单有两个动作，哦有倒脚甲倒手，甲正脚正手。我手抓住伊的左手，然后我的左脚借，你有抱住伊的后背，哦，抱住才抛出。三步，脚步三步球，这伫咱的教学频道内底，咱拢有讲过，有讲解咱的脚步三步球，手骨两个动作，一手抓住胳膊，一手搂住伊的腰部，然后整个人抱摔，啊、嗯，咱个做一下。右手的嘛、哦，抓住右手的胳膊，右脚进，左脚到后面，然后右脚退，抱摔，再一次，哦，咱的左手进，哦，左手抓住胳膊压了压，左脚进，抱摔，啊、哦，所以这就是抱五归三，拆迁左靠入面，然后再抱摔。因为伊要走倒退，我脚去甲跪了了，我再甲抱摔、哦。所以咱四个教学动作，哦，咱先互各位有一个概念。了，哦，咱即下咧就请哦大成高中的囡仔，哦来来双手吼、哦、来甲咱的特性的学员，互因来演练。哦，过来，小朋友过来。啊，头麦较紧嘞，无入去。好，好，爱伫这個电子里面哈、嗯。好，好，阿、啊、来，好。
称作奉敬。奉敬。嘿。嘿，对，嘿。哦，身躯唔免跳，吼，唔免跳，脚出去就好，嘛免着真大力，吼，较紧的无要紧，较往前一点啊，嘿，好。手不用那么高，同时手放低，对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做柴鱼进入来，让伊同时徛在遐就好。好，较近也谈近，较袂嘿啊。好，正手推，好，好推。好，一手两摆无要紧吼。嘿，换倒手，好，打打坐唔免急吼，因为咱难得吼邀请大成国中这推手队过来，互咱学做吼。好，来，咱左正，吼，好，来紧，你就按，嘿，对对，吼，唔免着真大力，因为咱即马就是咧练习，吼，啊，咱要直播，互咱遮个同好了解，要互因看，就是讲，哎，咱个动作爱安怎做哦，啊，因去练，因了解了，后日伊就自然，吼，会愈做愈熟练，功夫是做出来。哦，好，再来抱五龟山。倒手倒腳，嘿，對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敬你者。好，来换另外一位同学，来，是鄧龍你的。好，先做捧敬。对对哈，对哈，好，好，换做咱的柴鱼是等拢较紧的，好，对对，哈，来紧，对，哦，是等拢咧火气较火烈。左肩，手肘按住平，手肘来贴贴在胸，对，哦，就是手肘往内按进去，要往前送，好，我刚刚这样最抱五推三，要进去了。跟我们的那个小孩子可以，来，嗯，边走，敬礼，另外同手，
两个来先做保证，啊，打坐完毕，过来。咱的彩仪，然后会咖啡，会咖啡，好，那走进。所做我们呢，还有这个傻子，对，对，啊，他几个对，对，他去干，哦，然后放五根三，他腿了就用到，他腿这样用劲，我手起他几。豆球一个，豆球一个，把豆干一个，一个，对，我进去可以，我只进去可以，它改变装。咱平来了较少个，哦，啊，咱好势，互恁两个对坐，同款四下，哦，一下差不多三遍就好，哦，来，两位，先做统计，来，稍微分了，分了，哦，好，对，哦，拉，送。是对的，啊，塑胶袋里面，下一次，对，哦，好，再来我最咱的彩仪，彩仪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主任讲爱叫较认真诶，做较熟练诶，才有办法吼。诶，即拢有直播吼，直播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吼。还有最左肩，靠左肩啊。左肩，来，一先着做，先着做，把他的手肘稍微往内对，他上出去，往前送。诶，后稍微往上，往内往上送。对，哦。哎呀，学做恁长期恁就比人较大声会了。好，我报五归三。孔径不用刻字，孔径呢，你们感觉啊，不用，孔径是比较可疑的，可疑啥？嗯，它尤其一的动作是胸部，但是你的压是不是胸部？胸部啊，一下，嗯。对，不用去刻字，刻字只等于等抓住我们，啊，那也许。都来打死你！你上来，那一位一般一个胸部，他是一个下，你就要打出去，不要打。对，对。好，后阿发五归三。我不啊，一动两换。好。
就先找一人做环境做一番。左进，对，那对对对对，比较什么吼？对，往内往上，往内往上送，哎，努力。那个感觉劲道会很强吼，尤其是我们站有滑步进去，踏的，那踏过去就是掉下来。啊，就这样呢，上来掉下来，呵呵，会往爆了会伤。无练无食苦是绝对无的，吼、哦！所以感谢你们，吼、哦，好。吼、哦，各位太极拳同好，今仔日咱的活步挥手双人练习，吼、哦，咱这边邀请到咱大成国中挥手队来为咱特训的这样的学员，吼、哦，来给因机会练习。安尼呢，当然因就已经他看来就点啊概念，因的动作上呢就已经。哦，有法度有一个反应，所以物件一定爱去练，你才有法度熟练。哦，你讲徐登龙，伊今仔日有法度啊做遐熟练，我认为因为伊有咧耍，迄、那个是大家国小的选手，所以伊有咧耍，伊囡仔通啊规日，伊自然就加加熟练。哦，阮咧独居老人较无法度啊，嗯，较无通通啊练。哦，所以会记咧，退缩看到人的牛。不用留神啊，人是有吃苦、有认真去伫咧练习，吼、哦，亲像咱道馆我头拄讲的讲，咱的选手如果若脚受伤练手，手受伤练脚，因为无时间通休啦，一礼拜来嘛才练两三天，会一寡训练，啊一届嘛才练两三点钟，啊像这个选手，伊拢是利用。下晡时下课，再搁练一点外钟，无出去要安怎甲人比？敢敢讲哦，一社团真一礼拜安尼学一点学一点外钟，就出去就惊死人诶，无可能啊！哦，所以各位太极拳同好，今仔日四中诶活步挥手公开直播节目，主要就是要互大家了解，毋是。讲哦，我本身就偌厉害，是我熬教，因为我知影每倒一个选手，伊本身的倒一个要领内底，伊做了加真好，我就是要甲伊的好，甲发挥予伊淋漓尽致，予伊会当真熟练，熟就能生巧，这就是我的训练的模式。所以冠军
佛弟无吃苦无的，所以咱用咱的演练就到这结束。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同学。